啊！你还敢吃？你还敢跑？我让你吃，吃啊！啊！给我吃，全吃下去！啊，吃啊！啊！啊！那我，我就是你的！啊！哎！他偷了我们的馒头，没给钱。他偷了你们的东西，固然是他的不对，但你们能不能放了他？你给钱啊？大哥，多亏你了，大哥，谢谢啊。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在哪儿？快追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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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此人血洗民光寺前，闯入了日租界，盗走日侨协会中极为重要的物件。按照租界法规定，我该请大日本国驻天津公使出面。事情一旦闹大了，影响日中两国的友善关系。你去天津城的北岛巷，找一个叫狄云奇的人，他是你师叔，他左耳朵后面有一个红痣，你可以像新人师父一样的信任他。就地检查，城里人有身份证件的可以放行，其他人员全部带走。